哎，江苏阿伯起来哈，好，不是我用江苏阿伯跟讲台，咱都掌声不断，好不好？来，掌声不断，来欢迎我们的蔡才元蔡委员长，让我们准备迎接新时代。各位同心大好，咱的题目迎接新的时代，迎接新的时代哈。啊，以前我讲过，我希望你等待。那天华丽点招的时候，咱的希望什么？我们等待什么哈？希望什么？等待什么？就等待迎接新的时代了。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的时代了。必须就再有来讲过吼，讲有这服贸问题有无？美国两个大原则，即个无要干涉吼两岸的吼。啊，另外就是讲台湾要咧自治主体的对了吼，作面卡出来，即多含烂吼，迄、那个拢完全相像吼。啊，有哪个搞不清楚呢？迄两岸哦，迄岸甲即岸呢？大家也知道美国在的《台湾关系法》甲以上呢，也了签了公报来对吼，所以两岸是两岸的中国人咯、哦。你要搞清楚，咱是台湾人，咱是中国人啊。所以为了何止的迷糊，你知影？啊，两岸那边甲咱这边啊，啊，但是那边不共边啊，啊，咱这边是这边，含那边不共边啊。所以大家搞清楚，你台湾受过咱华语上课了。哦，你也知哦，迄两岸唔是干，唔是烂啦、啊，迄是两岸中国人，迄、那个中国人是咧，因内乱的时阵，啊，拢走过来这边啊，迄种赶出来啊，无路通走，走咱家呀。所以，伫中国来讲，遐是啥呢？遐是咧中国难民，曾经下面哦激烈战争过了，但迄种赶出来中国难民。伊来接咱台湾了，是讲做中国因的农民呐、啊，假扮营营的农民呐、啊，拢一个人领是万外块啦，所以他是农民，但中国是讲难民。所以即摆呢，因为时空背景无同，因慢慢的想要和，啊你和无紧啊，你袂使把咱台湾人煞错过啊。所以真搞清楚，好个咱台湾民政府那个划分足清楚，中国人中国人，台湾人就中国人，但你要安怎分？你美国国外，你台湾人、中国人，啊，看个拢相像的。那像咱看看阿多啊相像哦，你分袂出是英国人、美国人嘞，啊是意大利也分袂清楚嘞。反正皮多多啊，肉白白的，就阿多啊，搞相像，看咱也相像安尼啊。所以为了现在，咱身份证摕出来，这个代表咱的身份。虽然今日咱无请身份证，你那是中国人，所以含这个中华民国含在内底。中华人民共和国，伊简称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简称叫中国。所以你网络你也看，伊国民党哦，是叫做啥呢？中国国民党。啊，咱共推啊，民进党写啥呢？中华民国民进党，迄共推啊嘛。所以各位，咱读法律的时爱搞清楚，尤其讲这个时代，咱台湾有时间哦，半年或千年呀，所以足多时间内底。哦，各位了解，咱的台湾的近代史内底吼，把它缩短啊，为西班牙、荷兰、德先讲安尼过来先咯。荷兰甲西班牙把它合在一起安尼讲吼，伊较早阁是葡萄牙，但葡萄牙伫葡伫迄个偏哦。我这两个，因为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因欧洲一看到台湾这个佛罗摩萨遐个水的所在，因来遮。那么西班牙伫北部，荷兰伫南部，到尾也是甲做伙。去西班牙又赶去，但是因这个时代留落来，互咱较自尊咯。一个三四百年，还阁是印象真好诶。咱咧食番仔姜，还是番仔拢是因留落来啊。番仔花、番仔油，你知吼？这拢是因留落来。较近诶，咱还阁咧用诶。好物件，咱继续咧用诶。阁上加迄个是阿蒙土，阿蒙啊咧用诶土。咱中国话讲叫水泥啊。啊，其实迄阵阿蒙啊因了就是因炸过来。所以，甲真继续咧用，所以伫个时代内底，就好文化，咱继续留咧。啊，你后来地心讲啊，啊地心啊，因西班牙甲荷兰伫遮先了，
动作上呢，贸易的基地了哈，就是啊，南进的基地啊。来，弟兄，我们过来，但挂出来，一家做啥呢？作为讲要反清复明的基地啊，哦，把那些这个基地啊，但迄个清朝，哦，迄、那个弟兄讲，迄个清朝甲复辟了呢，清朝伫即个家，我讲了吼，伊当初伊挂好日本的时阵，甲咱留落来的名言呐、啊。就是无咱的先民，咱的祖先同意。你战败挂出你的心哦，迄阵甲当作咱台湾安那呢？男无义，女无情，鸟不语，花不香，的化外之地。当初咱台湾小清朝是讲安尼啦，但是咧挂日本亚当是本来是呢，为了要征服，当汉官子民了拼甲就对了吼，拼个老血老地了。然后到尾啊的，因为征服按照国际法来。所以，伫1937年，完全台湾这个所在就变皇民化。但你像你努力的经营，你别人留落来心哦。我记讲暗时啊，唔免关门把紧呢。你伫门口定咧困呢，阮高囡仔是伫门口定咧困呢，就回想讲，老嚣康啊，医疗啊退出来，啊伫门口定咧困，拢不要紧啦。啊，袂即摆到门口定看看卖，个困看卖哦。或者中国贼啊来，你看卖哦。你个电梯汤哪要甲固定伊？迄完全无讲，你知无？日本时代通牒用法的，你若物件碰见吼，你去惊翻头吼，你去惊翻大球，一球掉呢？啊，你起码看卖个，不但用球棒来抢来要甲抢啊！迄时代无讲你啦，所以日本甲最近的时候留了好印象。当初的时候，就是通牒是唔知讲，吼、哦，日本是真个法的外国了。所以那中国来过来了，两相比较，和咱的啥呢？和士大人，和咱的阿妈阿公这辈人，甲种无比较，唔知呀。这中国和日本啊，完全是无同款的，诶，迄个系统的人，你讲啦，因过来是抢强奸杀，该做些咱228事件呢。所以有人呢，因在讲底下咧，像王小波要写有诶无诶，对不对？迄毋是比统治者甲统治者的关系尔，所以过来时阵呢，用胜利者的姿态过来，所以用胜利者的姿态过来，就无该当作咱当是战败国。但是你讲啦，因若是战败国呢，是战败国会安怎呢？会战胜国啦？迄往拍到迄落要山顶去啊，走路走到山顶去啊，是捡着火烧炉啊呢？是为美国的心哦，原子弹炸了了，是捡着火烧炉啊？伊家己就讲，伊是战线国，啊无伊吼，哪卖美国炸反子弹咯？因拍到毋知要造对伊啊啦！啊，你后摆是过来是讲伊战线国，所以用迄个姿态过来时阵呢，咱头啊，咱当然戆戆呢，包括阮老爸迄阵也戆戆呢，哦，佮走伊边头佮尖呢，袂过讨回祖国的怀抱。啊，即摆想起讲，咱个老爸较遐戆呢，啊，但是呢，伊若甲阮阿妈报告讲。甲我阿妈，迄阵我足细汉就对啦。家己大个时阵哦，讲嘿，啊来码头接看卖，就是咱的祖国啦。哦，迄阵阿妈宣传讲咱的祖国啦，结果伊看见哦，足伤心啦。为什么呢？吼、哦，落船的时为香港啊，迄个人去食兵啦。我细汉印象够深的啦。我老爸啊，伫我读册时阵吼，一直咧讲吼，讲安那呢，卡食兵。买订社会啦，为被告家个穿穿草鞋啦，个派人去穿啦，一支是79步枪咧小派，一支啥呢？咧食水粉的烟枪啦，啊，这个部队什么部队呢？所以我讲，就是这个部队来建立咱台湾甲中国人了，永远不能夹群呐。因过来是抢强干涉以外的时阵哦，无恶不作。所以造成200事件，这不是单一的事件，这是通案啦。你若单一的事件是我讲啦，袂讲是28日等于27案啦。伊发生是27案，迄、那个林甘麦吼，迄个欧巴桑吼是27案，用拍死了对啦。那第二日白死哦，愈迄人愈集愈济，所以个演变28事件，用28口技吼，所以27个无叫28啦。所以八的时喏，迄阵火烧高寮，你知影无？为北部地小小，阮南部是3月15啊，28甲着烧了阮高雄3月15。你也看一路跌落来，
各位，咱老一辈拢知影，因进来加薪，何像啥呢？用因的，伊真的不见家了。好、哦，部队开出来，你起不了该扫，该你下。我高雄是伫秀山顶吼，机关上拢安的。扫进你若出来是了，变变变。保安一个阿姐做医生啊，要出去共看病啊。老实讲，全世界无人拍医生的啦。但是唔捌是兼无性的中国，较拍医生就对啦。所以阮的阿姐是第三，阮老爸第二的。拍你了，个只医生哦，伊家己知影，伊家知啦。别人救家己啊，所以白的客起码拢白的吼，啊老作社会，家己用迄落款的机会，一个医生嘛。底下等到那呢，迄阵也无行动电话啦，嘿，要开队呀，也无 B B call 啊。所以底下等的时呢，上天没有抓你，多关注后的吼，在时啊，四五点啊，拢会顺产水的，咱来做事就知吼，啊伊顺产水啦。多行行，好个在多行过一看，啊，这个医生进啦，啊个伫遮，伊袂讲话啊，甲讲比遮啦，你哭个哦，开了会。关于赵登来时喏，我印象有够深的，甲我阿妈报告了，我阿妈总动员，我来接啊吼，唯一贴被单，唯一门口定收德哥，伊只德哥要从阿小人我讲哦，啊唯一成果那摕红哥，我较早都无过啊，吼、哦，我那是四合院呢。会当无过顶埕后埕，阿哥那门口埕吼，拢咧拍车个，所以安那呢，安哥要从哪？原来是要写大十字啊！迄、那个背单听的时吼，阮老爸负责写红十字啊，哦，啊迄、那个德哥收来了时呢，插起哩一个红十字有够大个，分工合作，我来接个分工合作，从阮只孙啊，对着伊红十字阿伯下钉钉。拢早已搞阮迄个第三阿叔，等于病院有救得倒来。这个二五八吼，这简单一个咧。阮三阿哥的时阵呢，我大汉咯，一直咧感谢啥？感谢阮阿妈。阮阿妈是白开哦，迄、那个血肠癌哦，等于生条三寸金莲的哦。伊怪伊真有智慧呢。迄、那个时阵，阮三阿哥若要出门，拢叫啥？抹黄连。面啊，抹手啊，抹黄绳盖盖，互你看到就带了闪，讲这毋知去落去边款啦。所以咱中国边啊，拢唔敢话伊。我大汉的时候听我老公讲这时吼，就讲哦，好个只阿妈，哦，真阿妈遐有智慧啦。所以你大汉读书，开始就知影讲吼，即、這个中国是外来政权啦，诶，走路政权啦，来是伫中国用挂出来。所以阮伫读书的时阵哦，开始了。就一挂人在臭屁相投的呀，吼、哦，啊，就带了咧回回，啊，这个招罗建馆呐，啊，就讲就回回到到尾也是，啊，我就无去投去军校啦，我就西面地啊，大分开啦，分开啦，吼、哦，啊，为投去大遐，就是安尼，要未来，就是我要学功夫，你若我要学功夫，啊，功夫学无成，就去服役啊，你呐，啊，所以，迄阵啊想法就是讲，你这外来有武力。咱们要推翻掉的，那叫武力，那是真幼稚的想法嘛。因戴有说军控制咱全台湾，啊，但是咱的一个幼稚的想法，讲咱的学功夫入部队，啊，部队了，咱老请咱老正家两边武啊，你知道？少年的唔知啥物利害关系吼，啊，但是呢，伫阮内底十几档内底，包括领导，我头的希特勒转的时阵吼，我个改变咱的思维。咱的想法，希特当初呐要推翻德国皇帝了，但伊也坐四当了，破四当的了。出来了是一个帕普，就是即马以后纳粹吼、纳吉吼，迄、那个党啊，伊讲无一定要用武力个呀，啊，主动选举的时阵，让推翻政权的，让变啊。哎、欸，希特勒就当时就在改变，所以伊阵啊在有听到来讲啊，讲你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安那失败，就讲个犹太人出卖啦。好、哦、啊！建立好这个犹太人对犹太人有够恨的啦，所以二次大战呢，大屠杀犹太人呐、啊。所以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真重要，你知影无？所以你帕布内底有着这个观念嘛。所以我看你转了时喏，哎、欸，以后是伊从来有政党，政党来选举，选举了是做首相，首相是哦，当然变成了枭雄就对了。二次大战那些呢，所以我就那
看起来了是改变，哪里咱出来了，咱就不一定讲爱过用武力的，用双剑来赛，来改变这个政权，何乐不为啊？免老的老弟，用起来音乐听起来能改变啦、啊。但实际呢，啊，真的真幼稚的想法，所以咱出来来参加政党的民进党，较早以前的是叫公正会啦，要不行动啦，来行动了是咱一个足欢喜。我让家己奋斗一个政党三线来对抗这外来政党啦，但伊个国家观念也无啊。你咧中华民国，你台湾，但是咱才是流亡的啊。你的国家连所有政权拢用挂出来啊。啊，所以呢，咱家己民进党了后先，为街头甲街尾，就是所有大小战役，我拢参与。为什么呢？希望咱少数单一。像政党了性的多数来推翻这个不公不义的政权，咱的付出不是咱的青春尔，咱所谓所谓财力、所谓人员，只要拿动员，咱就请游览车去了北部，去中部就中部，去对呢？黄兴家伫咧元帅东征的时阵发现，我也是去啊。就只要共建国民党，我行到对就对啦。无论大小战役的战争，个结果呢？大家回想起来，拢给了那嘞。民进党成立的时，一直盐山饭店咯，盐山饭店算哪块？啊，过饭汤的啊，啊，都宋美龄底下的掌管啦。啊，弟弟的所在，你一举一动，是不是拢过饭汤拢知影？而且真可恶的讲，三两公把咱台湾这个所在。坑荡东街是不是落后？我甲进亚伯都问不出，到底是啥人注意的？有时间要晚啦，好因拢会承认啦，歹拢就是人提啦。迄、那个在台湾的坑荡十字路口，咱人了啦，今日是不是落后？是不是惊惊吓吓？有车行灯，有车呼呼叫，何况咱的国家坑荡是不是落后？是不是代表以前的是人民没有方向感，台湾何去何从都唔知啊，所以把这个旗的时候，咱这个旗拿起来，吼、哦，咱就看着从中华民国，伊咧看旗啊，新竹白啊，小强，吼，咱就看着迄旗啊，新吼，吼、哦，精神的有啊，哈，就行到对来，拥护到对啊，伊当初就国语文内底现在台湾全民主权啦，咱有法能接受啊，在座的人我看拢会能接受啦。大到1999年时间，改啥你知影无？改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哦，这条咱听了袂歹啊。哦，因为早期阮就要主张单独立边，啊，听了爽嘞。但下骹古嘞，我就听了倒端啦。伊讲啥？咱的国号叫中华民国啦。各位，你话侬接受无？咱的台湾啥物时阵受管乎你？出不了中华民国。你中华民国是阿邦走路来遮，也要侵占咱台湾是，咱也要反抗啊！你心里本土台湾呢？我的三省震动呢？我为细汉伫你家你倒扶倒扶起来呢？有人在讲咱民进党安怎心吼？咱拢替偏帮呢？因为这是咱细汉安尼出大汉的囡仔呢。但是呢，真不幸，这个囡仔佮大的是会偷看牛啦。所以你若作为讲，咱咧饲囝的时阵呐，如果你细汉开始大汉安尼个抚养，结果个大汉的心，咱话失望。所以各位，我是注册民进党员，我今仔就正式的对外咧讲啦，是讲哦，民进党的心哦，出卖咱台湾人，里面个为了选举，含国民党合作，牺牲咱台湾利益。讲开哦，你看哦，好礼拜日车票。哎，车票啥？上重要台湾是什么人的？你唔知嘛？你以为变讲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吗？阮街街路内底、街路内底抗争几十冬啊！你话台湾是咱台湾人的，花几十冬啊？有效无？无效嘛！所以伫选举的时阵，一直观念嘛，就讲政党呐轮替，就咱改变台湾在错误。阿扁啊，当选掉的时阵。第一届到第二届，我讲吼，我若要想要做官啦吼，因为我会当讲，因為我政治受难者，现在一个位就有啦。但阮就是讲，
既然刀人做总统啊，我会当当下村敲卡鉴定气球啊。我外村也是咱三门宗的宗教，我就能插入宗教政治的部分，就比咱较小讲啊淡忘的时候呢，有咱刀人做总统啊。但是呢，当有一间阿扁也是发表讲。但独立李登辉是无可能，伊也无可能的是，伊无可能，恁大陆无可能的时阵咯，反正愤慨，你知影无？台湾早期的时候就是要把国民党拍倒，要建立台湾新的独立的国家。这不要七公年代的时阵呢，就是基督教堕落教会，伫咱台湾哦，这个教会我相当尊敬的，因为戒严的时阵，伊就将全世界发布。台湾需要建立新的独立的国家，迄阵听真感动，有这个教会人唔惊死的，所以我一直都含冤相向，我的主张台湾需要独立嘛，啊，咱家己管家己嘛。但是呢，甲民进党啊加迄时阵，我一直都愤怒。但是呢，你要安怎？让我发觉到讲，台民政府，我只要出路呢，我一到了出路呢，伊安怎呢？伊是政府，唔是政党，伊唔是选举，伊免选举。啊，你选举的时阵呢，老实讲，你个外省人当选着，那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台湾永远行不出去。所以为了台民政府是免参与选举，啊，咱呐，你有何德何能？有咱个别国，你别国是原始作俑者哦。当初二次大战的签《旧金山合约》时，内底写啊足清楚的。第二十三条，你是占领国哦，你为啥咧放话袂记起哩？用得模糊，你叫蒋介石来吃，啊，蒋介石死赖着，我都要用中国灌出的料心哦，啊赖在吃，啊赖你吃啊，把今日不就叫起刚来个无啊，无该当作台湾时的同胞啊，就屠杀啊！这法的证件法，你知影无？当时把事件，这人一直讲讲咩呐呢？就讲咩吼，讲啊证明啦，啊讲无你爱赔偿啦，爱补偿啦，哎拜托诶。那如果我是二八岁呢，阮政治完受了为个别国个别行。但是呢，因为啥讲个别行？我咧出来伊讲啥呢？我按照军法来，军法，我来审判你。我有合法的程序，你既然美国委托我管的时阵呢，我抓人，我审判，我枪毙，一切拢是照规矩来。诶，美国都无答我呢，啊，美国我委托你中国管的啊，啊，管一切法律啦，啊，所以咧遵守。那二八是无安尼啊，二八是为我政治我屠杀的。我讲我那如果是二八的主题吼，我这受人这加上哦，完全咧照这各国际法庭，你是。大屠杀，那个种族屠杀了，全世界故意啊种族屠杀，这种糟了，我抓到个审判无？咱台湾做文书呢，你知影无？这农民不要做，无讲钱该赔赔啦，安尼啦。各位，咱台湾生活伫这个时代，诶，政治炼狱之中，这咱的必须你有率领咱台湾政府人去告别国诶。一个真正啊，就是法官来讲，咱六十几年来台湾生活的政治炼狱之中，搁较重要，各位来知影。第一点甲讲，咱台湾无国籍，本土台湾哦，唔是住伫台湾的台湾哦。各位再利用这个机会，我再次强调，旧山河内底为什么甲台湾关系也无同？旧山河内底下。The people of Taiwan， 啊，注意哦，来台关系法来底下 ，The people on Taiwan， 即个 on 跟 off 无同，所以各位拿来各位先，啊，台湾关系法拜托诶，咱各位是各位旧山合约来底，咱是本土台湾人，所以当美国咧含中国咧签联合公报的时阵呢，老实讲啦，有伏笔啦，美国也真厉害啦。伊要讲清清楚，但应该公平的这个两岸的中国人啦、啊。虽然各位东心，但咱有信心嘛、啊。所以美国到目前的时呢，也叫咱台民就较高安尼，一步一步咧行。
一步一步伫要实现。较慢的心哦，恁的发觉的心哦，哎，奇怪呢，报纸都顶出来，拢咱秘书长啊，咱来上课，大拢有直直讲过呢。所以各位，大家绝对要有信心就对了。我看着时间呢，绝对要有信心。所以讲是台湾永远是属于中国的。我讲1949年10月29日，当国民党大撤退的时阵，周恩来昭告天下。伊安那讲，你知影无？伊讲吼，这国民党的积极分子啦，已经远离因的国土了。流亡到哪里？下卡这句真重要。逃亡到他国的领土，哎，奇怪呢，走来台湾讲他国的领土呢。所以说台湾呢，不是中国，伊足清楚的。到他国领土，下卡去耍你讲哪？所以事实上，啊个法理上，因拢无存在啊。所以你当今日讲周恩来出来讲对台湾一个看法的时候呐，都唔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嘛。那是今仔日咱台湾甲饲大只起来，饲大尾起来的时阵，要甲你反复的时，讲伊台湾是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美国甲呛啥？你根据啥？这间厝我的，啊你敢嘴都讲你的，你提所有官证出来啊，所以抓头抓尾拢无。所以讲伊的中华民国宪法啦，甲迄边的宪法啦，中华民国宪法是当年1947年蒋纬三生啦。在苏区里，咱家二八啦，中国因来咧咧内战覆盖啦，所以这部宪法制定出来啊，拢无用啊，迄在伫南京嘛，啊制定也无用啊，无用噶。隔当1948的时阵咯，他把干脆啊把宪法冻结啦，用抗战苏区来代理啦，迄个用中华民国宪法。各位，宪法内底第四条规定，对中华民国疆域要变更，非得中华国民大会。非得经国民大会哦，啊！但是呢，即马呢，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竟然无国民大会啦，啊！你看这部宪法是变哪用呢？国民之内有啥无变吐血啊？宪法规定啊，无你修改宪法嘛，所以内底并无把台湾用去。干那因的两部宪法搁推较前了，对了，1936年的是5月15日啦。因为叫做五五宪章啊，五五宪章内底哪无啥呢？哪无台湾呢？五五宪章内底较了不起是有蒙古，你知影无？所以有人咧也笑讲，你那边马习会啦，习近平看，甲你这边啊那边怎？最后是哪呢？来蒙古啦，来蒙古的时候，你卖当讲，你习近平是我中国的一区的区长而已啦，而必须你老大的嘛。你如果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嘛，所以各位，为了宪法内底，甲因中国个台湾拢唔是属于中国个，尤其是去年8月26日，美国国会因来这研究小组吼做清楚，因这研究所的题目来讲呢，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内底研究，伊发表的，然后我们美国国会去重申。重申个以前我捌讲过啦，啊，但是咱去出来无注意看到，用再度重申，就是啊，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即句咱做感想，听到国会内底一个人在台湾毋是中国的，所以各位，咱只要免讲担心讲中国安怎，咱只要讲咱台湾民政府按照美国的。知道你安怎行，一步一步安尼行，脚步行稳落啊，卖突出去，啊卖假听乱报话。你就再有讲哦，数字五，各位十多年知影数字五什么代志吗？知影无？是不是呢？所以在座的是咱新的未来，台民政府的参众议员，拢爱知影这点哦。就是我咱培养出来精英啊。哎，阮都无分，阮都无法弄出去啊！今日出去，这人敢出卖？为了个人的英雄主义，你要表现。我这个时阵，伊若无要发表的时阵咯，哎，更是无机会。啊，等下必须这样讲哦，伊讲起哦，伊讲了就无机会啦，啥物无讲无机会，都无机会头会讲啊啦。你用个人英雄主义的时阵哦，
把咱这个团队带入险境，有可怕无？你个人的表现，今日美国政策是安尼，伊咧台湾美国军政府也袂失败。第二摆内底，咱有一个架构叫做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了先一段路，美国那你也使用台湾政府这个名义走向国际社会啊。但你一见一见拢看，讲一个红木人的心咯，一个欢喜。好，无走一类、二类、三类，走到红。欸，结果你无只听出来，讲出一个欢喜的心咯，无去走一类，无走第三类，否则你就走到红。你就用地图那错哦。我简单比你就行了嘛。所以无采工来讲，你伫即个家也受过即个训练咯。你要再听出来。USMG 也袂失败，你今仔日电员讲，咱台湾主管咱袂建设台湾独立的国家，会当会安尼吗？咱台民主若存安尼心哦，我讲啦，咱的秘书就有可能在存安尼部署安尼就对啦。伊真沉着，很沉着，稳住这个阵脚啦。所以到时讲去年，迄三四袂困着咯。我知这消息，我伫南部，同款我小强袂遮袂困啦，为什么靠安尼？今天的岛内还不行吗？那如果一直那么这时这季的心哦，黑会拉袂低哦。我讲，你干嘛切断？咱台湾唔知要安怎操心啦。大家在秘书长算下，咱收回去大家，慢慢把沉着应付三二五，不四二五。然后呢，因为咱这个团队内底一个潜在的分子，咱唔知啊。阿公天佑咱台湾呐，天佑咱台民政府。所以你国内八月十七日的八一七啊，吼、哦，因的台中哦，浩浩荡荡要开一个会呢，哦，好个在，啊，伊开会时喏，全部在咱岛民政府遐三界牛啊，遐鱼啊虾啊吼，啊，你走走出来，啊，走走，互咱知影讲哦，国酒来就知影，遐虾啊惊，遐鱼啊就应该走出来啊，哎，然后咱考虑讲，哦，原来只虾啊惊，还佫是全部在咱岛民政府啦，啊，好个在。才造出的廖心哦，有咱一号这样损呢，所以这个四二五廖这个个摆起了，尤其咱这次摆起大家，我相信你们愿意做这种工课嘛？咱这摆先拢不管你网络来，还是啥呢？亲戚朋友介绍的，都、就是恁有福气。我呢要追求台湾，这个要进入这个地位、国际地位的时阵。我那里坐慢车呢，一个扣几十单呢。但各位来呢，好就坐高铁小巷，速度真紧。同款咧，平时到目的地的时阵哦，恁缩短几十单的时间呢。所以你来为着恁家己拍一个破欢喜一下啦。后壁咧抢着是表时间到啊，较早用手臂的吼。我只是在看哟，一边的啦，我做个三分钟啦，安尼啊，其实讲 OK 啊啦，你时间到啊，啊，我当作个三分钟在讲咧，所以你占着，哎呀，后一等个人诶，啊，所以听者，我著听有啊，知影，好，有时间问咧，以上多谢各位，多谢。再次谢谢我们的委员长，南中央政治局的委员长蔡才元。